骑着小哲穿白衬衫现身台北地院，斗倒钮承泽一派轻松，把小哲递给友人后进到地院准备开庭。2018年11月，钮承泽遭控诉性侵剧组女助理，但最后和对方道歉并私下和解。当时斗倒据传就是将女生带回位在东区的住家参观她的顶家乐园，借着可以远眺101的阳台还有有着玻璃帷幕的浴缸来邀约女生，但官司还在进行中，却被传出她要悄悄卖房。空中花园远眺101，大片的书架配上外阔的小阳台，这里就是斗倒位在东区的旧家，有着顶家花园，景观优美。但性侵案爆发后，就改搬入了2016年以1.55亿购入的新豪宅中。卖房网站最近刊出贴文，拍卖斗倒的旧家，开价4980万，41坪的房子换算下来，一坪还要价113万。但对于传出卖房，斗倒到目前还是没有回应。